五年级的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卷老师。今天我们是数学节哦，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数学练习书，然后翻开这一面。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是上数学节哦，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练习书，然后翻开这一面。都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看一看我们的练习咯。这个练习四呢，是上个星期老师已经让你们看过了，就是关于质量的乘法，对不对？老师呢已经完成了第三题，那么 the rest 的五题呢，老师要求你们自己完成，大家有没有做呢？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啦。第一题呢，它给你的是 2.37 公斤乘以3，那么在这边呢，你要注意，因为它只给你一个单位而已，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换算，我们直接跟这写 2.37 公斤，我们乘以3，当作就是背3的乘法表，37 21，339 9加进位的2，我们得到11，小数点跟着点，326 6再加1得到7，所以 2.37 公斤乘以3，我们的答案会得到 7.11。 检查好你们的答案哦，是 7.11 公斤。你们有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好，第二题，8乘以6 9 0.698 kg， 所以我们跟这写 0.698 kg 乘以8，我们跟这背8的乘法表， kg 照写，88 64，89 72，72加进位的6，我们得到78，86 48，48加7，我们得到多少呢？我们会得到55，所以5进位在前面，这边的5照写，小数点跟着点，8000 0加进位的5得到5，所以 0.698 kg 乘以8呢，我们会得到的答案呢是 5.584 kg。你们要直接检查你们的答案哦，有错误的要改正。那么来到第四题，5.718乘以45，5.718 kg， 我们乘以45，乘以双位数，我们照样的做法，我们先照乘85，我们得到多少？5840，515，5加进位的是得到9，5735，5525，25加3，28，我们还不需要点，我们还不需要放我们的小数点，小数点呢，直到我们的答案出现了才来点。接下来5乘完了乘以4，48 32，后面自己补0，144加3得到7，47 28，45 20，20加2 22，才来写上我们的 kg， 0加0得到0，9加2得到11，7加1 8 8加5，我们得到13，
八加八十六，十六加一得到十七，二加二得到四，加一得到五二。这时候三位数点三个 number 点，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答案就是257.310kg。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吗？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接下去看第五题。到了整数来乘以分数的呢，96乘以 3kg， 它的做法就跟我们的第三题是一样，我们照样是上乘下除。我们拿96乘以写多一次3公斤，就是等于96乘以3除以8公斤，等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呢自己找空位，做出我们的指示。96乘以3，六三十八，三九二十七加一二十八，我得到288。我再拿288呢，我除以八，这边我得到188、286、324、4832超过了，八减四得到四，我们再拉八下来，所以这时候6848。所以最后除出来呢，我们会得到36公斤。第五题我们的答案会是36公斤。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0.086kg 乘以 72， 所以我们就造成26 12 28 16 16 加1 17 020 加1200，其实0我们前面可以不需要写。那么2乘完了，我们就要乘以7。76，6636，76，42。78，56，56加4，我们得到60。070加6。发现 kg 跟着写加出来，二加零得到二，七加二我们得到九，一加零得到一，六没有东西就要写六。那么这时候你看你的小数点的后面是三个号码，所以从你的答案从二开始算起，一二三三位数点上去，这个就是你的小数点的位置。所以第六题的答案呢是 6.192kg。 第六题的答案是 6.192kg。 刚刚老师看到有一位小朋友 join， 你的名字是放 Miss Ping 的，请问是哪一位呢？请开麦告诉老师你的名字。是丢金一吗？
你的麦是不能开莱茵老师吗？你要专心的听课哦，我不要再收到你的妈咪 complain 你哦，刘经理。OK，那么上面这个部分好了，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部分。下面这一个部分呢，你注意看，它开始要你进行换算了。你看第一题，它给你7乘598 G，可是你注意看它的答案，它给你 G，可是它的答案要 kg。所以我们有两种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换算，再来乘。你不要换算先，你乘了得到答案再来换算都可以，取决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式，都没有问题的。OK，所以假设这边呢，我们可以第一题我们可以先 try，就是我们先算出答案，598 G，我们先乘以7，我们的 G 早写。八七，我们得到56，七九六十三，63加五，我们得到68，七五三十五，三十五加六，我们得到41。首先，我们会得到4186 G，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的答案哦，因为最后我们要换成 kg。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再写多一次，就是那个换算的横式，还记得吗？4186 G 等于（括号4186除以1000）。当你除以1000，你的单位肯定是变成 kg。这时候小数点自己带出来，在隐形六的后面移前三位一。二三，所以点会出现在四和一的中间，所以答案是4.186 kg。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4.186 kg。大家可以将第一题写下去，然后第二题呢，你们可以尝试。先进行它的算式了之后，再来换算，或者你要换算先分数呢？你注意看第二题，由于它给的是五乘十分之七公斤，它给十分之七公斤，它要换成克。在这边，当我们遇到分数的呢，我们可以直接先换算，因为我们拿分数来乘可能会比较难。我们先拿分数来换算，换算完了，我们才来进行我们的乘法也可以。那么这个分数要怎么换算呢？我们就照样十分之七公斤等于（括号十分之七），我们要换成克，我们要乘以一千克。所以这时候自己就上乘下除，那么在这边呢，由于我的下面分母有零，我可以和上面的这个零相克，所以七乘以100，我们会得到700，700除以一，依然是得到700克。所以我们知道十分之七是等于700克，再来做出直式。那700克乘以五，算出答案。
算得到你们的答案是多少吗？我们的单位课招写050055735，所以五乘以十分之七呢，我们是会得到3500克。答案是3500克。那么现在呢，老师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尝试自己完成第三题和第四题。你们可以先进行换算，进行换算了之后才来做出这一题的答案。5分钟哦。大家都完成了吗？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题。25×0.14 kg， 由于呢你的 0.14， 你的14是双位数，你的25是双位数，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0.14 kg 呢把它变成 g，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乘法。稍微等等哦。
好，看回来我们下面的部分。我们先将这个 0.14kg 呢，我们把它变成 g， 所以我们先写出来我们的算式 0.14kg 等于括号 0.14 我们乘以 1000g 等于，所以这时候呢自己代除，以后三位数123，所以呢这边后面有空的，你们要自己补零哦，所以是 140g。 得到 140g 了之后呢，我们才来在旁边，那我们的 140g 乘以25，我们再来乘以25，050 50 50 20，515加2得到7， 020 28 122，最后才写上我们的单位，相加起来7加8得到15，满时进位2加1 3，所以25乘以 0.14kg 我们会得到的是 3500g。你们的答案是 3500G 吗？来到最后一题，14乘以 5U1/1kg， 同样的它要将这个 kg 变成 g， 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给拆分出来，变成 g 先， 5U1/1kg等于括号，我们拆分五乘以一千加1/8乘以1000g， 所以五乘以一千我们会得到5000g， 1/8乘以一千呢就是上乘下除，我们拿一千除以八，我们会得到的是125g。所以加起来是 5125g， 这个还不是我们的答案。得到 5125g 了之后呢，我们要拿来乘以14， 5125g 我们要乘以14，注意看老师的指示哦，4520 428加2得到10，414加1得到5，4520，4乘完了我们就要乘以1， 155 122 111 155，后面自己补0，所以加起来，这时候记得我们的单位要带下来哦，0加0得到0， 0加5得到5， 5加2 7， 1加0得到1，五加二七，所以14乘以5U1/1kg， 到最后我们的答案是会得到71750g。你们的答案是不是71750g 呢？那么好了之后呢，你们翻开这一面，看一看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一面呢？你们有没有这面的练习？OK， 大家都有这面的练习，对不对？
那么可以麻烦大家准备一张白纸吗？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 C 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一张的白纸。白纸就是 for 我们用来写我们的算式。请大家准备一张白纸哦，任何一张纸都没有问题的。OK， 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它只是给你横式的这个算式，所以我们要自己做出指示。你看第一题，它给你100乘以 0.18 公斤，你要注意看它的要求是公斤，它给的是公斤，它的答案也是公斤，我们不需要进行换算。所以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单位的部分 0.18 公斤，我们先写在上面，乘以100，跟着这样子写。然后乘以100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100有多少个零，100有两个零，对不对？将这个两个零写下来，我们过后就当它是隐形的了。当它是隐形的了之后呢，就是当做是乘一的乘法表，188、111、100就不需要。那么这时候两位数出现点，所以后面两个零的前面出现点，单位再填写上去。所以 0.18 公斤我乘以18呢，我乘以100，我会得到的是18公斤。第一题我们会得到的是18公斤，大家可以跟着这样指示写下来哟。来到第二题，它给你的是1000乘以3/5 kg。那么至于这种的横式该怎么写呢？我们首先呢，我们先写下来1000，我们乘以3/5 kg， 等于它的算式呢就是这样子，1000乘以3除以5。kg 等于，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做出我们的指示。首先我们拿1000乘以3，我们会得到的是Misha， 你有没有在上课呢？不要和妹妹聊天的，专心上课。1000乘以3，我们会得到3000。那么3000还没有完哦，我们要再拿3000来除以5。我们要拿我们的3000来除以5，6530，050。0050，所以除完答案，你们就会得到了，就是我们的600 kg。1000乘以3/5 kg 呢，我们会得到的是600 kg。但是当来到第三题的时候，注意哦，它给你的是 G， 但是它要你换成 kg，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先换算，再进行你们的算式，或者是先进行算式，所以取决你们自己喜欢怎么做，你们喜欢什么方法都可以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呦，如果我把它换穿成小数点呢，我怕我自己点错那个位置，因为点错位置我们的答案就错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先进行我的这个指示先呢，我先拿600 G 乘以100，所以看一看总共我们有多少个零呢？100的两个零加600的两个零，我们总共有四个零写下来，然后拿一乘以六，166，我先得到60000 G。得到这个60000了之后呢，我再来进行我的算式，就是我的换算。我拿60000 G 等于括号60000除以1000，把它变成 kg 等于，这时候隐形的小数点自己带出来，在最后一个零的后面，以前三位1、2、3，所以60000 G 你拿来除1000 G 呢，你会得到的是60 kg。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60 kg。那么现在呢，同样的，老师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来完成其余的试题哦。记得自己要将算式写出来哦。
好，来，现在我们来看第四题。1000乘以 5kg 63g， 你注意看，它虽然有 5kg， OK， 它的答案也要你换成 kg， OK， 同样是 5kg 跟 kg 是相同，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的是 63g。 所以首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先进行换算，因为呢两个单位来乘比起一个单位乘呢会比较难， OK，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单位，我们把它变成小数。所以首先我们先写出来 5kg 36g 等于 5kg 加，我们要换的是 36g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拿36除以 1000kg 等于 5kg 加，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自己移位，移三位，1 2 3， 0.036kg， 所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等于 5.036kg。再拿这个 5.036kg 呢乘以 1000，5.036kg 乘以 1000， 所以乘以 1000， 注意看你的1000有多少个零，我们先将这个三个零带下来，带下来了之后当作它是不在的，166133 100 155，跟着写出来了之后123，跟着点后面算起123点，所以其实第四题呢我们最终我们会得到的是 5036kg。至于第五题，100乘以4/5公斤，它要你换的是克，所以首先我们可以拿4/5公斤，我们将它变成克，等于括号4/5乘以1000，所以这时候上乘下除，1000乘以4，我们得到4000。4000除以5，我们会得到的是800，所以4/5是代表800克，得到800克了之后，我们才来乘以1000，是乘1000吗？不是，是乘100。所以你要这时候你要注意，你的100有零，你的800也是有零，先将零写下来。总共有4个零，再将我们的克单位，最后呢拿1×8，18，所以4/5公斤乘以100呢，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80000克，是80000，不是8000。至于最后一题呢，我们可以先乘出来再来换算都可以的， 0.048kg， 我们乘以 1000， OK， 要注意看呢你的1000有多少个零， kg 跟这先写三个零，写完三个零之后我们来乘1×8得到8，1×4得到4，1×0×0就不需要写了，三位数点，三位数点，首先我们会得到的是48kg， 再拿48kg 等于括号48乘以1000，因为我们的答案是要换成 g，所以这时候隐形的小数点自己带出来，以后三位1 2 3 48，照写
后面补回三个零给他，所以48kg 乘以1000是得到48000 g。来检查看看你们这四题，这不对，这三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呢？第四题这边我有写错哦，不是36，是63才对。63，0.63。所以是5063kg。63。OK， 那么好了之后呢，大家注意看。下面的练习五呢，就是来到质量的除法了。OK， 至于除法怎么做呢？来，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同样的，老师会给你们看一支影片哦。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注意看哦，质量的除法该怎么做？欢迎来到玄娜老师的课室。那么今天呢，玄娜老师要教的是5年级数学单元五动量衡里面的质量的除法，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开始吧。好，不要忘记哦，公斤和克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的换算方式。那么今天呢，玄娜老师会用5题来让你明白质量的除法。哇！怎么样？看到这一题，沈娜老师就很高兴。为什么？对，因为我们不用换算。那题给44kg 除6，166。那题给6，一，把四打下来，二六十二，把四打下来，4624。啊，放下数列，放单位。那么我们知道 7.4kg 除6是等于 1.24kg， 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看第二题，3有8分之5公斤除5等于多少克呢？好，那么分之5的除法5年级还没学到嘛，所以学生老师就打算把3有8分之5公斤把它变成多少公斤多少克呢？所以3公斤加8分之5公斤把它分开来，对，然后八分之五公斤，这个要乘1000把它变成克，那么八和1000页减，那么就等于三公斤加625克，也就等于三公斤625克了。那么这个三公斤625克呢，要拿来除5，哎，你看三不过除5嘛，没关系，0，5，0，那么这里有三公斤，那么这个三公斤呢，就要换算成克。所以三公斤有3000克，那么这里就要加3000克，在这个625克这边，所以我们这边总共有3625克。所以7535，那么36减35等于一，那二拿下来250，那么12减10剩下二，那么把五拿下来5525。好。那么我们就知道
三有八分之五公斤除五是等于725克，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来看下一题，5750 g 除五是等于多少 kg 多少 g 呢？那么这里呢，徐老师打算先除，然后再来换算。那么5750 g 除五是一五十五十七，拿下来零五十零七减零七五十五，拿下来一五十五十，那么等于二十五，把零拿下来五五十二百五十，刚刚好。所以我们就知道2750 g 除五十是等于1015 g。那么我们现在想要把它换算成这个多少 kg 多少 g 嘛？那么我们就把1015 g 等于把它分开来，1000 g 加15 g。那么1000 g 很明显的就是等于 1kg， 所以我们就知道 1kg 15 g， 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来看这题。啊，这里蛮容易的，64000 g 除1000等于多少 kg 呢？你看，除1000，1000有3个零，所以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对，把小数点往前移三次，一、二、三。所以64000 g 除了1000，也就等于64 g 而已。好，那么这个64 g 呢，还要再换算成 kg 了，怎么办？对，没关系啊，再除一千呢、啊。OK， 括号起来就是除一千，后面往 kg 就好了。那么除一千嘛，再往前移三次，一、二、三，那么小数点在这边空位补一个零，前面放一个零，所以我们就知道64 g 是等于0.064 kg。那么答案64000 g 除一千是等于0.064 kg， 就是这么简单。来，我们来看这题 ，K 把 D O U 是找中间的，22 K G 除多少才能够等于2/5 K G 呢？好，同学们，首先先换算成同样的单位，这里所谓同样的单位呢，也是把分数变成小数先，我们比较容易看 ，OK， 比较容易看，2/5 K G 等于二 K G 加1/5 K G，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对，我们可以5K 乘2等于变成10，那么分母乘2分子也要变成2，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2KG 10分之 2KG，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10分之 2KG 变成 0.2KG， 加起来就变成 2.2KG。 所以你看同学们是不是很明确的它的答案？你看小数点在这边，这里的小数点在这边，22kg 要除什么才能够让小数点往前移一次呢？对，除10就可以得到答案了。那么如果同学们不会看这样的东西的话，同学们可以拿 22kg 去除 2.2kg， 可是那样的方式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你这样子做反而更简单更明了。 OK， 好，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哦，谢谢同学们，拜拜。这个影片呢，除了最后一题确实是这种 K 把题会比较难呢，对于其他的题目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如果大家都没有疑问 OK 没有问题的话呢，现在我们来尝试看一看我们的练习五质量的除法。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题，1.28kg 除以3，只有一个单位，超简单，我们就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就直接拿在旁边做出我们的指示。
1.248 kg， 我们来除以3。当一不能被删除的时候呢，因为它有出现小数点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自己要先放零哦，0 3 0。之后再来将这个一带下来，再来拉二。当你拉二的时候，记得这里要放小数点。什么三等于12呢？4 3 12。再带下4，然后再继续背1 3 3 2 3 6，超过了。那么4减3，我们得到的是。得到1，这时候再拉8下来，得到18。多少3等于18？6 3 18。记得一定要除完哦，一定要除完。所以 kg 写上去，所以1.248kg 除以3，我们的答案会得到的是0.416kg。大家可以看一看除法的算式，来，请将第一题的除法算式写下来哦。至于第二题呢，第二题刚才视频也是有说过了，对不对？我们先将这个分数呢 ，OK， 使用5%分数，这个5%我们先把它换成小数，所以我们必须先写出那一个算式。使用5%公斤，我们先把它换成小数先，等于10公斤。加5%公斤，所以10公斤照写加5%，5%是等于多少呢？还记得分数的换去小数该怎么换吗？我们要拿分子的5除以8，我们会得到的是0.625，大家可以自己除除看。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0.625公斤。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5除以8会得到多少？你们可以在旁边做出它的指示，5除以8，不能除，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子带出来，自己加小数点。一定要记得将它除完就是了，剩下的4又再补0， 5 8 40。所以分子的5除以8%，我们会得到 0.625， 所以10公斤加 0.625， 我们会得到 10.625。得到 10.625 的时候呢， 10.625 公斤，我们再拿来除以我们要除的就是5，所以我们就当做普通的除法来除哦。250，小数点跟着点来6。155，6减5，我们得到1，拉2，这边我们可以放250。12减10，我们得到2，拉5下来，55。25，
记得要除完，然后才写上我们的答案。所以十又八分之五公斤除以五呢，我们是会得到 2.125 公斤。2.125。OK， 那么现在老师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请自己完成其他的试题哦。十分钟之后，老师再和你们讨论。记得先要将那个分数变成小数了之后呢，再来进行我们的除法。那么除如果有余数的话，记得要自己补零哦。十分钟的时间，加油！
大家都完成这四题的练习了吗？我们来看一看第三题，46.5 kg 除以6，这个也是超简单，我们直接写出它的指示，46.5 kg 呢，我们可以写稍微远一点，因为担心万一等下我们会补零。除以六，背六个乘法表，166，262，所以这边多少六得到46呢？我们可以用8648，超过了，我们可以用7，76，42。6-2，我们得到4，带5下来的同时，记得要放点。然后在这边我们又再也是放7-6，42。5-2，我们剩3，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记得自己在后面补0，带下来我们得到30，多少6等于30呢？5-6，30。所以算完了，关。所以也就是说这一题呢，我们的答案是7.75 kg 46.5 kg 除以6，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7.75 kg。 检查看你们的答案是不是7.75 kg 呢？OK，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四题。46.53 kg 除以18，所以我们照样写出来我们的指示。46.53 kg， 我们来除以18。假设我拿18来乘以2，2×8=16，2×1=3。尝试18×3，3×8=24，133+25，超过了，所以在这边我只能够用2，2×8=36。6-6=0，4-3=1，小数点跟着点带五，105。尝试看我乘以7。7×8=56，17+7+5得到12，超过了。18×6，86=48，108也超过了。那么这边我们就只能用5喽。18×5等于多少呢？8×5=10，155+4=9，所以18×5得到的是90。5-0得到5，10-9得到1，再拉3，153。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来看，我们乘7就得到126，对不对？我们尝试来乘以9看，9×8=72，199，9+7得到16，超过了。那么我们再尝试看18×8。8×8=64，188+6，我们得到14，144。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用八哦，8×18，我们得到144。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来看，我们得到多少？3-4，3不能够减4，我们和前面的接，这个变成4，这个变成13，13-4得到9。所以当我们在剩下9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后面要补0，补0，90，有没有看到？18×5，我们得到90，所以58、90，终于除完了。
画线，所以 46.53kg 除以18呢，我们的得到的答案呢会是 2.585kg。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 2.585kg 呢？要注意看哦，有错误的要直接改正。有没有问题呢？那么如果没有问题，来，我们来看第六题啊，不是，是第五题。7U2/1kg 除以45，首先我们先将7U2/1kg 等于7kg 加2/1kg， 我们先把它变成小数。2/1kg 呢，你拿分子的1除以分母的2呢，我们会得到 0.5kg，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7.5kg。 得到 7.5kg 了之后，我们才来除以45，所以7肯定不能够被45除的，肯定是先放0先，再带下来7，带5，带5的同时记得放点，所以这边我们只能够用1。因为假设呢，如果我拿45乘以2，我就会得到90。45乘以3，我就会得到135，所以已经超过了，所以这边我只能放45。5-5得到0， 7-4我们得到3，这时候自己补0，带下来300。所以45乘以多少会得到300呢？由于它的数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就可以乘多一点，我们可以乘以6， 6-5=30， 6-4=24， 24+3， 27。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乘以7， 7-5=35，7-4=28，28+3，31，超过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用6。6-270，你要注意看到吗？它持续除到来，它还是300，就是说这一种做法呢，我们就不能够用小数点了。所以当我们不能够用小数点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吗？在长度的时候老师有教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好，我们持续拿来除的话，其实它还是会得到300，我们也不懂我们要除到什么时候。其实还是算是除不完的，所以这一题呢应该大家都得不到答案，对不对？所以在除不完的情况之下，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做成分数的除法。那么还记得分数的除法，在我们学长度的时候老师就有教过了，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先写 7U2/1kg 我们除以45，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 7U 二分之一 kg 呢，我们把它变成代啊甲分数分母二招写，二七十四，十四加一，我们得到十五，除就变成乘。其实呢，你的这个四十五的下面是有一个隐形的一的 ，OK， 是有一个隐形的一，所以当我们把它变成乘的时候呢，这个一就会被带出来在上面分子，然后本来是分子的四十五就变成分母的四十五，就会变成这样子，二分之十五乘以四十五分之一，然后你注意看，其实呢。在十五和四十五这边，我们是可以约减的。我们用五的乘法表，三五十五，这边我们就是九五四十五。所以我们先乘出来，三乘一得到一，不是三乘一得到三，九乘二得到十八，所以我们会得到。十八分之三 kg， 十八分之三 kg 还能再约减，对不对？我们用三的乘法表，一三三六三十八，所以到最后六分之一 kg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这一题有一点不一样，大家要注意哦。应该这一题呢，大家都算不到答案，对不对？所以有错误的要改正哦，第五题。有没有问题呢？对于这第五题的做法，如果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六题：四十八又十分之三公斤除以二十一，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先换成小数，我们看我们除得到吗？四十八又十分之三公斤，就是等于四十八公斤加十分之三公斤，就是等于四十八加零点三，十分之三就是等于零点三。所以加起来就是 48.3 公斤，然后我们再拿 48.3 公斤来除以21，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一看，21我们假设拿来乘以3，133 326，二十一，我们乘以二，四十二可以，所以这边我们用二，二十一，我们得到四十二，八减二得到六，带三下来，所以当我们带三的时候，记得点多少？二十一得到六十三，有没有看到？这边有答案了，就是三，三二十一得到六十三。除完了，发现写上公斤，这题超简单，所以也就是说四十八又十分之三公斤除以二十一，我们会得到的是2.3公斤，所以检查看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呢？第五题
题的呢，我们不能够换成小数，因为当我们换成小数的时候呢，它变成是无止境的除了，所以我们就做用分数的除法。那么分数的除法，我们是要变成乘，当我们变成乘的时候，我们的后面的那一个 part 的分子和分母是倒转的，大家要注意哦。好，那么大家检查完这六题的答案了之后呢，今天我们的课堂就上到这边为止哦，剩下的我们下个星期才接下去 ，OK？ 那么我们就下堂课再见啦，拜拜。